书接上回，咱们接说着一段《雍正剑侠图》。上回书说到三峡，让一个小孩顺马上给拽下来。三峡分别跟这小孩动手啊，谁还都打不过。裘然、赛张鼎、马奎、马龙云，再加上宋品、宋文元，还加上何立、何乃忠。这三位一人一口保兵刃，人间的侠客呀，打不过一小孩怪寒碜的。那咱们怎么也得把他打过喽。说拽军刃置小孩于死地，又无冤无仇，分别打跟打不过，干脆咱们合着来。三位侠客也顾不得呀这个身段体面，可就顾不了身份了。江然要动手，林子里头有人搭茬儿，说我看你们三个人也一把年纪了，武艺也不错，怎么成合围之势欺负我这个小徒儿吗？三峡一听大吃一惊，可了不得了，怎么这孩子都这么厉害？这个人自称是这个孩子的师父，那就比这孩子厉害多了。三峡呀，跳出圈外，站住身形，抬头观瞧，小孩转身形，从林子里边迎出一个老头来。三峡都不认识，一看这老头岁数可不小了，教这么个小徒弟，说倒不是我们三个人呐故意的欺凌弱小，我没找信他，实在是他找信我们，我骑驴打这儿过，他顺驴人给我踹下来，我跟他一矫情啊，他是张嘴就骂，举手就打，我还打不过他。我这两位朋友到这儿呢，自然要助拳呢，跟他一动手啊，您这个徒弟武艺还真高，我们三个人呢全打不过他。说败给小孩倒也不至于，可是他的拳脚凌厉，我们要有心欺负他呀，您看老者，我们三个人呢都带着防身利器，还不是一般的兵刃，要拽出兵刃来，恐怕您这个徒儿性命有伤，我们没有，不过爱惜他的拳脚，我们三个人把他围住了啊，那意思把他擒住，擒住要问问他呀是随谁习武这么高的本领，瞧见这徒弟我们就瞧见老师了。常言说有状元徒弟没有状元师傅，可是这孩子不一样，他但分这老师要是不高明啊，他这岁数绝练不到这样。我们可不是欺负小孩儿，我们是想得会高人，先给老头来顶高帽。老头一听啊，是哈哈大笑，好吧，即使如此，你们三个人恐怕也不认得我，来吧，到庄上喝水，咱们喝着水聊着天儿，我跟你们交个朋友。三位一听，那行了，碰见高人了，遇高人不能交臂失之啊，到庄上跟老头聊聊吧。一老一小领了三峡可就回到庄上，这叫不打不相识。到庄上一问呢，三峡一听，怪不得不认得呢，人家在前明就成了名了，大清朝还没来时候就有这位。这位啊能为太大了，您可听明白了，可是大贼出身，独行大道。因为年轻的时候呢，他办案啊，犯完了案之后怎么样啊，受刑，
双手啊少了仨手指头，这左手啊少一个，右手呢少了俩，俩手加一块啊七个手指头，就跟洪七公似的。洪七公可不是七个，洪七公是九个，他这个少一手指头呢倒成了名了，这位少仨。那么这位呢江湖上人称左跨泰山，右揽昆仑，七指翁无影剑客。这位无影剑客呀能为可太高了，他的身法也快，武艺也高强。那么这老爷子这个手指头他少了怎么办呢？他专练这么一宗兵刃呢，叫手撑子，俗名叫手撑子，实际是一对槊。这槊呀您可瞧明白了，槊有长槊有短槊啊，咱们这套书里边净使槊的，有那个身材魁伟孔武有力的，那怎么样啊，使长槊。您要是像胡千里那样的使马镫槊的，哎，也是手里边一对槊，但他那能打出手，你看着是马镫，也是槊的一种。这个七指翁无影剑客他使这槊叫什么槊呢？这是执掌权衡啊，四大槊吗？哎，那是个仪仗，执事举着这槊呢，把它举起来，这个啊上面这个头不一样，有这指啊，有大巴掌指掌，拳呢就这么一个拳头，横啊是这么一拳头啊，攥着这么一根笔，这是执掌权衡四个模样。七指翁呢他就把这个横槊呀把这头截下来，等于他是手里攥着俩杆啊，投了俩拳头，一边横着一根笔，这笔尖啊可是纯钢打造，这边这头呢就跟一小锤子似的，等于手里两把小榔头差不多。你要叫俗名叫手撑子，实际他的学名呢叫槊。他不少了手指头吗？哎，他给补上，我不七指翁吗，这个拳头五个，这拳头五个，再加两根笔，这一个上面就六个手指头，这二六一十二，再加我这七个呢，我合十九个了，我不仅不比你们少，我还比你们多。他没事跟人家赛手指头，这就是他本身的有这个缺陷呢，他叫弥补弥补。姓苗啊叫做苗继苗月川，可是大贼出身。那么改朝换代了，他呢从明朝到清朝基本上就算金盆洗手了。年轻的时候啊他可是很攒下个些个钱，他作案呢广有积蓄，就在自己的原籍呢买房子置地。改朝换代，兵荒马乱，物是人非，知道他底细的人呢越来越少，他又金盆洗手不再犯案，江湖上自此出名就没人知道了。自知道啊苗爷是个作家的财主，很少有人知道他的历史，江湖上老一番的人物啊对他呀还有所了解，后出世的英雄啊都没听说过这位。七指翁苗爷呢在家这么一忍，虽然是田园这么一种居所，哎，倒也是惬意无暇，这个太平日子过得挺好。美中不足的是什么呢？就是他年老啊归隐，
膝下无子无女，鳏寡一个人，那么这个万贯家财日后呢也带不走。你纵有良田千顷，广厦万间，临到倒头也不过是两手攥着这么一把指甲，什么也带了不走。美思呢，自己呀、年轻的时候啊，拳脚军刃之下呀，不留活口，很是造了些个杀业，这就是一生的报应。有钱可又管什么用呢？可是年老呢，自己反省啊，也算是后悔已晚。这天，苗爷早晨起来，到自己的门外啊，散步闲逛。走着走着呢，一看呀，早晨啊太早了，路上还没有什么人，一时勾动情长，打算练练功。练什么功呢？12个字的跑子功。苗爷呀，人称无影剑，可身法可就太快了。一看反正路上也没人，我跑一程子吧。老头子往前一塌腰，唰唰唰这么一跑，还是真痛快。别看年龄大了，功夫没撂下，自己也很得意。一瞧头了呀，地上扔着个包袱。老头子一瞧，你这该着。这人越有钱越有钱，这人越没钱是越没钱。你看天刚亮我出来，我说散散步跑跑吧，我要不跑啊，瞧不见这包袱。为什么？我从我们家要走着溜达着这儿得走半天，我这一跑转眼之间到了。我要走着来呢，别的早起的走道的就给拾了去了，这该着是我的，我捡个包袱，可就不知道包袱里的是什么。老头子江湖出身，加了一份小心。为什么？半道扔包袱啊，许啊这里有事，没准有看包袱的就在附近盯着。我刚过去伸手，呼啦一下出来三位把我围上了。那可该着你们三位发财，大清早每位都得见点红。老头子走的包袱切近啊，他不下腰捡包袱，他先往寺外观瞧。寺外除了这个大道啊，道旁边啊，高粱地，那个高粱杆挺高，一眼望不穿，也不知道高粱地里有人没有。老头子沉住了气，就站这包袱头了，我倒瞧瞧啊，是谁扔的包袱。等半天也没人儿，老头子一琢磨，那得了，我瞧瞧吧。下腰啊，蹲在这儿把这包袱打开，这么一看可吓一跳，怎么里边是个孩子？哟，这个小孩大概呀，也就才落草没有几天。老头子一看这孩子是活着呢，是死着呢，不知道。拿这包裹捂得这么严实，就在道上那么一扔，一看这孩子身上啊绑着这么一个字简。苗爷呢把这字简呢可就给蹬下来了，蹬下来拿着手中这么一瞧，上面写着四方人人君子台见，若知此子身世有血书内详。老头子把包皮整个打开了，把孩子抱在怀内一瞧，这包袱里头还有这么一个银子包，拿手这么一掂呐，足足有200多两。再一看这孩子身上另外拿线缝的衣裳一个布口袋，想必血书啊就在其内。老头子拿包皮又把这孩子包好了，他一抱这孩子，他就知道了，这个孩子是沉沉睡去，并不是死了，
你看看，我是发丝无后，每天想着呀，我怎么能够有个儿子，哪么来个女儿也行啊，这孩子不是老天给的吗？这就是我感动的上苍了，天赐麒麟子给我送一儿子来。得了，来不及呀，看这血书报的家再说吧。苗爷抱起孩子转身行，撒腿就跑，去得快，回了马里。回到家里边，家下人等都起来了，因为老头有遛早这习惯，也是习以为常，今天还回来的格外早。您大概走的不远，谁说就今天跑得远，您怎么还抱着个包袱？好，你们赶紧去，赶紧去老妈店给我雇老妈去，雇老妈啊，雇奶妈，带着钱去。奶妈啊，多领几个来，不知道这孩子认奶不认奶，甭管认谁的奶，要多少钱咱们给，把这孩子得给我奶活喽。大伙儿这才知道老爷子捡回一孩子来。大伙儿一瞧，先甭问您哪儿捡的吧，赶紧奔老妈店雇奶妈去吧。到老妈店，怎么那么巧，今天老妈店这儿还是格外的兴旺，这儿啊等着上工的老妈啊坐40来位，奶妈就7不个，苗家的管事的呢还真大方，全给领家来了。大家说，您家了有几位少爷啊？一个用了这么些奶妈吗？我们不知道认谁的奶啊，来个挨个的换，我们来回跑腿怕耽误事，怕饿着孩子，你们7位都跟着，你们这几位跟着到那认谁的奶，咱们谁留下，公事跟老爷谈，跟原委谈，老爷子答应要多少钱给多少钱，剩下那些位不认的，每人给车马费，别让您白跑这一趟。今天这一天呢，您就算到我们苗家，哎，逛逛玩一圈，临走呢，除了车家零花，每人呢给拿点点心，不白来就是了。几位老妈说说笑笑，跟着就到了苗家了。孩子可正哭，怎么醒了？饿呀！苗爷一瞧，这么点的小孩才几天儿，你喂别的也喂不了啊。老爷子有的是钱，但是这小孩他不吃啊。好，一排七位奶妈全进来了，把孩子接过去吧。孩子嘴还真刁，头六个全不吃，就最后这位是身强体壮，就这位奶族，哎，你看有造化，还就认他，也搭着饿坏了。小孩这么一吃奶，这位奶着这孩子可就琢磨了，行了，该找我露脸。那六位啊，来七位啊，那六位全不灵，一会儿领车间都走了。我呀是坐地起价，那没办法，要头一位就认了，今儿我领俩车钱打发回去了，回老妈店等工去了。那该找我发财，为什么？老妈眼里头也有事儿。到苗家一看呢，上上下下跟和尚庙一样，除了老员外全是男的，老员外家里愣一个女的没有，那也就是说他这没有夫人啊，也没生养过，就这么一个孩子，甭管这豹子是哪来的，认我的奶，我就亚赛国这孩子亲娘一样，指着这孩子呀，我要多少钱他得给多少钱，他花钱解心疼，反正不能委屈这孩子。再一看老头家里这个摆设，这意思有的是钱，来狮子大张口。那六位老妈呢，这吃着点心心里那别扭就甭提了，这么好的家庭愣不认我们这奶，愣认他这个，完了，
他指着这一个孩子来小发财，带这孩子三年也是他，五载也是他，一直给拉不大了，就在这一家干，这后半生衣食无忧，这几十年的挑费就许挣出来了。这几位奶妈呢还是懊悔不迭。那么老头呢，这儿拿出钱来也不少给，打发这几位回老妈店，跟这老妈一谈公事，说您奶这孩子要多少钱呢？还要多少钱呢？我给您奶这孩子，我家里那孩子必然就挨饿，是不是？那够给我们那孩子打碗酱子糊口就行。老头一听，你家住哪儿啊？哎，我们家那就住在那个就在那个离这个不远五十来里地。好好，五十来里地没关系，你奶着孩子，你只要说出地方来就行，我派人先给你送一百袋面去。你不要打酱子吗？高白面、精白面、富强粉，你说吧，一百袋面，一百袋米啊，各式样的青菜全给你送家去，另外给你安家费，家里还有几个孩子四季的衣裳全归我了，你男人没事可以上我家来做事来。这个奶妈一听正中下怀，行了，这算没问题了，自己这宝押对了。感情像苗爷这个脾气啊，你愣讹的他可不认头，你越这么说这大方话给打碗酱子的话，他是越吃这一套，苗爷有的是钱呢，老妈留下了，这才把身上这个拿线缝着这布口的拆下来，打开一瞧啊，叫触目惊心，怎么三尺薄绫上边是血书，真是啊，咬破了指尖写的，说写书是那么写吗？都那么说，把手指都咬破了拿这写，据我想啊，真是拿这手指头写，写不了多一会儿就不留了。你懂，你在一块绫子布上老蹭蹭蹭，不就止血了吗？可是也不能咬破了愣往砚台里滴的，多的挤干了没有，再咬另外一个，再挤，然后挤在砚台里头，有这功夫一看砚台里那血也拧了，有研墨的没有研血的呀，所以都说写书，哎，就这么一说，甭管是挤下来拿手指头写，还是拿毛笔蘸着写，反正是血字呼啦，三尺白绫一封血书，背述了孩子离奇的身世。老头也瞧明白，连这封血书还都搁的这布口袋里头，孩子身上的衣裳全脱下来，有这奶妈抱着这孩子，他会拾到孩子，这儿重新给做小衣裳小被子，很快就都做好了，专门再雇人，除了这奶妈是喂奶的，再雇两个女佣人，全是为这孩子伺候他一人。老头家里可有事儿了，那原来那二百多两银子包呢，加这孩子原有这襁褓包袱皮儿，带原有的衣裳，带这血书，就搁在一块儿封在一个小匣子里头了，老头还给锁了，谁也不知道这孩子身世怎么回事，可就嘱咐家里人，自此他就是我儿子，这是老天给我的，给起个名字叫广厚，小孩叫苗广厚。人家问怎么叫广厚，你看原先我无后啊，有了这孩子，别看是捡来的，打这以后我的这个后辈广有啊，我就不是他一个了，我许还有别的孩子，而且指着他的再给我生孙子，您这岁数还等孙子呢，等他将养成人娶妻生子，您已经一百开外了，您还抱得上孙子，那您甭管，我有功夫我且活。苗爷呀，对外就这么说，这孩子吃这奶妈的奶吃得快三岁，这才掐奶，可他没妈呀，他就跟这奶妈情同母子一样，别看掐奶了，这奶妈可走不了，一直到这孩子六岁，这奶妈啊
这才算走。那该念书了，书他也不好好念，老头子没辙，哄他玩啊，就教他练武吧。这一练武啊，老头可乐了，怎么往后太聪明了，由6岁练到7岁，就这1年10来趟小拳就算打下来了，打得有模有样，谁瞧见谁夸。老爷子一看是喜出望外，这可没想到，念书不好好念，习武是个天才，即使你练武那就好办呀。行了，我把我毕生绝学呀教给你，打这是一改常态，头了这7年呐，娇生惯养，多般溺爱，别看抱的比亲的还亲，这一打呢，教他练武啊，苗爷可就不惯着了。哎呦，给这孩子一紧发条，这孩子还真有点吃不住劲，他打小没受过这个，苗爷敢下手打他时候还是真狠，打一回呀，够记一辈子的。由7岁练到14，这7年可就了不得了，您得说苗爷多大能耐呀。尤其拳脚军刃，这对军刃呐，出了奇了。为什么？别人不会使这手撑子，这是苗爷为了配合自己，他是七指翁啊，这手少一手指头，这手少俩，他攥这个说单有一路攥法，必然要腕子灵活，那使绝了这一对术，交给这孩子日夜操习。别看14，一般的侠客走到跟前儿，望尘莫及都不成，14的孩子可有能为。但是他别看没怎么念过书，14啊，他的心智开化，他就懂事儿。那整个这地方所有的人家都是有父有母，唯独他光有父没有母，他也心里的纳闷，他家里人从来也不提。那么他呢，就要背后听别人的议论，人多嘴杂，家里的下人有时候说呢，他也听个一句半句，一看他来呢，当时就不愿意了。街坊邻居小孩啊，也有说的，人虽然不知道他的底细，他的身世怎么回事，他不是老爷子亲的，这个当地人差不多都知道。那么这天习完了武，爷儿两个呢闲坐啊，坐在这儿喝水闲聊，这孩子呀可就问苗爷说，老爹爹，我天天跟您习武，我也一时慌疏，我愣会把您的岁数给忘了，爹您今年多大岁数了？老头子听到这儿啊，漫不经心顺嘴答言，哈哈，且活呢，小子还有些绝招啊，你没学了去呢，你慢慢的学，爹我慢慢的教给你，我差3岁啊，100。哦，您97了，哎对了，97了，那我还有点恍惚。你还什么是恍惚啊？我今年多大了？哎呦宝贝儿，哎，你这跟我练武都练了7年了，这么高的本领。苗爷心里话，就你这点能耐，现在我要撒手出去，打得过你的人不多呀，怎么连自己多大岁数都不知道啊？你14了。哦，正格的我都14了。呵，10是14，14是14啊，14是14啊。啊，我都14了，97减14，83。爹，难道说您83岁这个年龄上有的孩儿我吗？这老头没防备，老头子平常没算过这账，今天呀，让他冷不丁这么一问，把这实话给炸出来了。老头97，他14，错来老头不像97的，
为什么老头有功夫，也就像七十来岁人。那七十来岁人要减去十四呢，啊，五六十岁，那还勉勉强强能有儿子。您80多岁还能有儿子吗？这个话你要是哄五六岁的小孩恐怕能哄过去，哄十四的孩子呀，可就有点哄不过去了。老头子一直语塞，哎，这问那个83啊，他是这个对，他啊，你怎么觉着有点不上算呢？是怎么着？什么叫不上算呢？这有什么合适不合适、上算不上算呢？我就问您83的老头子，您怎么还能有我？咱们说书得讲理啊，哎呀，83一般来说就有不了孩子了，当然有个别的例子，那科学家咱比不了，人80多了人还娶媳妇生孩子，那不新鲜，哎，人家懂科学，像咱们这个科盲是不是？据我的常识，80多，反正我身边没有，是不是？还能娶媳妇生儿子，娶媳妇不信，80多娶媳妇很正常，只有人跟您，哎，由20的到80的都有可能。但是呢，生孩子这事儿，哎，恐怕差点了。这个话搁的当年打孩子这嘴里问出来也是人之常情，老头答不上来呀，一看苗爷答不上来了，这孩子眼泪可就下来了。那么别人传言不虚，恐怕我不是您的亲儿子，您不是我亲爸爸，把我养大了将养14载，我是谁儿子您倒跟我说说呀，我现在大了懂事了，有一身武艺在身的，我不能连我的身世都不知道啊。您要是我的亲爹，您就答应一声是，您要不是，您就说不是，我还绝不相逼。这话说的老头无言以对，不能说瞎话。老头有心违着心说，我就是你亲爸爸，那也就这样了，就来一个死不认账。可是老头又不是这人，一琢磨14啊，好吧，该让你知道你的身世了，那你在此等会儿。老头到后头把小匣子拿出来，还有一挂锁，打开锁，打开了一样一样往外一拿，这一封银子包啊，都是14年前的，都没动，老头花不着这钱呢，是当初14年前我捡你的时候，这一套东西一样没落，这是你小时候襁褓之内穿的衣裳，这个是你那啊小包皮儿，要紧的就是这布口袋里边，把这封血书就拿出来了。孩子这个文化呀他有限呐，他因为净习武了没怎么念过书，勉勉强强10几个字啊也2无眼的文化，老头就逐字逐句给他这么一讲，这才把他的身世告诉他。他哪儿的人呢？合着孩子是北京人，家里的还在齐，他的亲生父亲呢姓广，叫广惠，是镶蓝旗的人，武训官范，他是个守备，妻子呢姓文，调外任，给调哪儿当守备去呢？就是河南兰考，调这地方。可是有一节他要上任啊，有点为难的事情。文氏啊是身怀六甲，怀孕了。找大夫已然呢给瞧过了，虽然还没太显怀，但是已然有了4个月的身孕了。道路之上多有不便，可是家里又没有别人，自己只身赴任在北京这儿，文氏如果生孩子也没人照顾，生完了孩子孤儿寡母，到兰考任上找自己去又是麻烦，也容易出危险，
还是啊，现在没等孩子生下来带着一块走好，四个月还能走，雇车吧。两口子商量来商量去，雇了一辆大车，多店也备入，弄得挺软和，跟车老板也说了，说这位夫人呐，哎，身怀有孕，道路之上避免颠簸，找平坦道走，咱不着急。这儿带好了官房公事，这个广爷呢，保着自己的夫人和肚子里这个孩子，可就上了路了。说要简短，可就走来走去，走到来龙山樊家岗，都快到了兰考县了。这地方遇见山贼了，劫道的是谁呢？非是旁人，正是樊家岗的四爷。那会儿四爷还年轻，樊家岗四爷叫樊硕、樊碧华，有点点脚，江湖的人称呢叫万点金星赛拐李，掌中一对双针乃是家传，功夫可是真不错。总想着呀，来个压寨夫人，他这个身世啊，再加上他这个腿上这毛病啊，说一个漂亮投缘对劲的呀，还是不好说。谁有好人家的姑娘送到樊家岗给他，给他当压寨夫人呢？另外呢，他功夫不错，长得又不是特别英俊，又搭上一瘸一点的，人一听了都不愿意给。他呢，年龄不小了，心里着急，干脆我抢一得了。经常的出离樊家岗啊，到来龙山山外头啊，断道，断道可是断道。也为劫财，也为劫色，他倒不是好色之徒，他不是说劫完了长妇少女供其淫乐，他不是这意思，他是真憋着娶房媳妇儿，明媒正娶人不跟，我就抢，抢完了你到了里头生米做熟饭，跟我也跟，不跟你也得跟我。四爷是这想法，说现在话这是简单粗暴。今儿个让广爷赶上了，广爷护着轿车正往前行，呼啦出了一会儿喽了兵，为首之人一瘸一拐的，广爷可大怒，蹭一下他本来跨车辕坐着，顺车上可就窜下来了，亮自己手中一口刀，说我是够奔兰考县赴任的守备，你们好大的胆，敢劫官眷吗？坏了，这一句话一说撂实底了，一说官眷二字啊，车上必然有女子，不由得呀，樊硕、樊碧华他可就动了心了，他擎双针过来跟广爷这么一动手，广爷这口刀啊还真不含糊，在他这双针面前呢尚可自保，可是真打不过樊四。这儿喽啰兵一拥而上啊，可就把轿子围了，轿车呢让喽啰以为车老板磨头就跑，车上啊可就剩夫人了，花容失色，吓坏了。喽啰不管那个，樊家岗的喽啰兵唰一下把轿帘可就给挑了，往里一瞧啊，文氏夫人十分的美貌，可是瞧不出来身怀有孕呢。这帮小子也不拽人，车老板不跑了吗？轰着轿车，拥拥簇簇就进樊家岗。这儿他四爷一瞧，人已经到手了，就剩一个守备，我何必跟你恋战呢？再说了，我真要把你给宰喽，岂不是杀官造反一样吗？虚晃双针，磨头就跑。您琢磨琢磨，广会能完吗？广守备抡刀就追，自己的媳妇儿怀着孕，那等于带着孩子，那就等于双身子，能让他给带着走吗？又不知道他们是哪儿的人，摆刀在后边就追，苦追不舍，轿车头了跑，一帮人拥簇着，后面呢就是樊四，再后边就是广会，广会一边走一边跺脚骂，樊四急了，
心里话说你这人啊有点不通情理，你紧着追我干嘛呀？这个你的媳妇长得不错，我抢了去，我也不虐待，也给我当媳妇儿。你怎么不懂得交朋友呢？有拿媳妇行人情交朋友的吗？广爷紧着追，还把他追急了。樊四还真狠，樊四走着走着，猛然间一回头，右手针虚这么一画，这口刀可就走空了。左手针往前一递，整在广穗坑嗓咽喉噗这一下，一针，针条广穗就死于非命了。钢针拔出来，广穗的尸身栽倒。这儿樊四呢，叫回几个喽啰兵来，就地刨坑，把广辉一埋。夫人呢，可就抢进樊家港，他有船呢。其实真要说追到这儿，他们上了船了，广辉进不了樊家港，也就死不了了。你是守备，你调部队呀，你报案呢，你打这樊家港要媳妇儿，结果仗着自己有本领，掌中有刀，苦追人家，死于非命，白死。樊四把人抢进樊家港，夫人下了车，一搜车上有夫人的衣服，有银子包，还有公事官房都在车上，完全都搁在这屋子里头。派一个老婆子姓吴，叫吴妈，看着夫人。老婆子的丈夫呢，吴妈的丈夫姓张，叫张成。张成呢，就是专门伺候樊四爷的。这个四爷呀，你别看没成亲，跟这仨哥哥已然分家另过，都不在一块住。他抢回一妇人来呢，他那意思，我成了亲呢，再跟仨哥哥说，我要一说呀，大哥跟三哥还无所谓，都宠着我，唯独我们二哥，我们二哥绝不相容，他不能够让我呀抢别人的妻子为我自己的女人，他一定让我还给人家。我要不杀这个人呐还好办，我已然一针把他给挑了，我想还都没地方还了。得了，生米成熟饭之后再说。他本着一份先斩后奏的思想，他可就把张成找来了，说跟你女人吴妈说，对这位夫人去说，她的丈夫已经死了。哎，我呢姓什么叫什么干嘛的，樊家港有的是钱，我樊四除了腿脚差点，要说本领不在她丈夫之下，跟着我自此则要一仆那些的过日子。她就是啊四奶奶樊家港，她就是四夫人，并没有别的话。她要执意的不从，可绝活着出不去樊家港。而且呢不怕时间长，慢慢的劝他，我等好信儿。张成一听啊，四爷这不作孽吗？回来可就跟自己的女人吴妈说了，吴妈也无可奈何，就去劝夫人。夫人闻听想了半天，你姓什么呀？我姓吴，吴妈。哦，吴妈，我问你个事情，我的丈夫是活着呢是死着呢？您问这个吗？你看要是活着呀那不行，他是个守备，我们是抓阄夫妻，更何况我现在身怀有孕，已然怀了他的骨血了，我嫁这位樊四爷呢他必然不成，而且与我的名节有碍，我要得一个确信他已经死了，我不为大人为孩子我也得活着，我不跟这樊四爷也不行，只要他有个准确的信儿是真死了，那我跟这樊四爷也没什么。吴妈一听好开平啊，挺明白的，回来跟张成一说。老头子张成一听，那你告诉他死了，跟他说实话。吴妈回来又跟夫人说，文氏一听确实死了，确实死了，那好，
你告诉你的丈夫回复樊四爷吧，我乐意。把这话又带回来了。张成一听，我先别跟樊四爷说呢，问五妈，老婆子，这位夫人听说这位守备死讯哭了没有？没哭，连个眼泪都没掉。没掉。哦，不对了，不对不对不对，他要听说他的死讯放声痛哭，这在情理之内。既然一滴眼泪都没掉，必然他有很深的思想，他是委身于寇，嫁咱们四爷这里的有事儿，他要以身殉情。这个女人很了不起，就冲你这么一说的这表现，你问问她愿不愿意见我，要见我，我跟她有几句话说。吴妈回来又跟文夫人说，说我男人呢，张成是专伺候樊四爷的，想见您有几句话说，您见不见呀？让他进来吧。张成可就进来了，让吴门出去，屋里就剩张成跟夫人。说夫人，你是真心嫁樊四爷呢，还是假意嫁樊四爷？据我想，你是不是要以身殉情，一死相拼？您要有这想法，您实说，您跟我说。为什么？我们俩人从中做事，真到了樊四爷啊跟您洞房花烛那一天，把您拿剪子一捅嗓轴子，您死了，我们俩这当中有很大的不是，这思想工作是我们俩做的，倒是说通是没说通啊。他必然迁怒于我夫妻二人，我们俩人身在泽超之内，我们当着这么一份差事，虽属违心，也是不得已而为之。夫人呢也体恤下情，也为您自己，也为这孩子，您到底怎么想的，您实话实说。文氏的心事让张成一语道破，可就不能不说实话了。说没看你身在泽窟之内怀有如此的见识，那么好，我跟你说吧，既然是广守备已死在泽人之手，我绝不能委身于泽，我不能让他对我有丝毫的染指。可是有一节，我已然有了广氏的骨血四个月的身孕了，那么我现在有个想法，我打算等十月怀胎一周分娩把孩子生下来，我倒看是男孩女孩。要是个女孩啊，啊，夫人，那时节又变如何呢？讲不了，说不起，我带她一起死。你这个书啊，您要听明白，咱可说的是清初的书，那会儿人呢思想封建，说夫人就这么残忍吗？他就这思想，因为那会儿男尊女卑，你要女孩就达不到，哎，替父报仇的这么一个要求。当然了，年羹尧怒斩何望，何望之女日后人称十三妹，打算替父报仇刺杀年羹尧，那又热闹出一段书来，哎，那是单说女侠。可是有一节，一般的女孩子在过去想给父亲报仇太难了，基本上就没有什么希望，所以我要生下一女孩来，当时二话不说，我们母女一起死。要生个男孩那算行了，我这把这个男孩可就托付于您，不管什么办法，你只要让这孩子活了，日后把这个真相告诉他，好替我和他的父亲报仇雪恨也就是了。现在呢，你就对他说，成亲可以，洞房不成，因为我身怀有孕，要想洞房等生下孩子来之后再说，不过拖延这么半年而已。把这个话跟张成说明了，张成一瞧，暗挑大指，罢了，我倒愿意全呐夫人之志。可是有一节，
这个孩子要是女孩，您就狠得下心来吗？那你就不用管了，最好是男孩吧。好，把这个话呀可就跟樊四爷说了。樊四爷呢，他不是酒色之徒，咱们话得说清楚了。樊硕、樊碧华是真心想娶媳妇儿，这位貌美的妇人一答应啊，他一琢磨这好，进门当爹，又娶媳妇又过年，再过半年也过年了，我也当爸爸了。这么点的孩子，他知道谁是他亲爸爸？我们俩岁数年貌也相当，就说他是我亲生的，我就拿着当亲生之子、亲生之女那么对待。他妈要不跟他说，谁又知道呢？他还是真喜欢文氏，就让张成跟吴门夫妇两个人亲自领着到文氏这儿来。到屋里头可就见文氏，文氏呢给这后脑勺也不跟他说话，他自说自话说，你的丈夫虽死我手，这也是缘分，该着。我杀了你的丈夫，你嫁我，你们俩的孩子我视同己出一样，那么呢这半年的功夫我让了，绝不来相扰，衣食无忧，该怎么伺候怎么伺候，到什么时候说什么时候话，生下这孩子来咱们再说。樊四爷呢就退出去了，就是张成、吴妈两个人伺候夫人。这肚子见大显怀，一天两天叔不要麻烦，十月怀胎一朝分娩，找人收生，一生下来男孩。吴妈把这话传出来呀，张成可就动心了。怎么？孩子一生就是其母自尽之时，夫人这就快死了。果不其然，孩子抱出来，这个夫人在里边就把血书已然写就了，二次把张成换进来，刚产子的妇人强扎正下床，扑通一下跪在张成面前，丈夫自死半年没掉过一滴眼泪，今天眼泪可就下来了。张成也不敢伸手搀呐，叫了一声，夫人你要自己珍重，你赶紧上炕上躺着。那么话我就不多说了，一封血书我已然写好了，这个事情的始末原委经过全写在血书之内了，只要孩子将来长大成人看书自明，那么两姓旁人我也没有别的可说的，我把孩子跟广氏的深仇大恨就全都托付给您了，没有别的回报，看见没有？就是我们来的时候车上带的这200多两银子，这银子包在这儿也花不出去呀，就全给您了，作为将养这孩子之资，您把它拉扯大了就是了。张成老泪纵横，就说，夫人呐，那么咱们要把这个孩子一块拉扯大，日后您自己对他亲自讲明，让他报仇不成吗？当然不成，我不等拉扯大呀，我一能下地了，凡四狗奸则必然要跟我圆房，那时我岂不是失了贞洁，他的广氏门中蒙羞吗？我不能够替广氏落这个，那么我得对得起孩子死去的父亲，您把孩子抱进来吧。吴妈二次把孩子抱进来，夫人检查银子包、血书各方面全都准备好了，这才解阴礼儿，开怀喂孩子，叫了一声，我的儿啊，再吃几口离娘之乳，吃得饱饱的你睡去，明日醒来你再有奶没奶吃，娘我可就不知道了。你要是个女孩，我亲手要你的命，咱们母女一块去死，偏偏你是个男孩，别看你现在人事不懂，连话你都听不明白，可是我的儿啊，你要长狠心替你的父亲、你的母亲报仇，樊家岗的樊碧华就是杀你父母之仇人，一个孩子他知道什么呀，刚落草的婴儿什么也不懂，
夫人叨叨念念诉说以往，一看孩子呀可就吃饱了，沉沉睡去。这个夫人就把他裹得严严实实的，交给吴妈抱出去。吴妈含泪把孩子接过来，夫人说了一声不准再到屋里来，把吴妈轰出去，紧闭了房门，这才眼望天空高叫一声广惠在天有灵，慢走一步，黄泉路上你要皆为妻我一步，为妻文氏我可对得起你，这才解下刺刀悬梁自尽。功夫不大，张成破门而入，一看夫人已经死了，把夫人摘下来，抱着这孩子跟吴妈说把孩子藏起来，自己去请樊四，跟樊四说难产而死，母子双亡。那么樊四呢，一听这话是手脚冰凉。樊四有把式啊，樊四你倒上屋瞧瞧啊，你一看这尸首勒死的还是难产死的，那不一样啊，他是上吊死的呀。樊四一听这个话吓坏了，为什么？等半年不容易啊，这产房就要改洞房啊。他是憋着夫人生完了孩子啊，坐完月子再咬牙等这么一个多月，这就夫妻圆房了，哪知难产而死。他也没要求见死孩子，张成一说信以为真，心里一烦，你们处理吧。这就是抢来的媳妇儿，他也不当回事。你说他爱这文氏真喜欢吗？必然不是真喜欢，这就是他的贼性。张成啊蒙混过关，还得跟他领钱呢，罚送这夫人呢。夫人好办，这孩子怎么办？我们老两口要养一孩子，又在樊家岗之内，没有不透风的墙啊，必然败露。带着这孩子一走，我们俩这岁数养活不了这孩子。再有一个，这孩子明天醒了就得吃。张成一咬牙，老头子偷出樊家岗，抱着这孩子，拿着这银子包血书就出来了。借着夜色茫茫混出樊家岗，天没亮就在大道上就地一扔，躲到高粱地里瞧，看谁给捡走。真说扔着墨头就回樊家岗啊，让野狗给咬了怎么办？这儿还一天没有过道的，跟着搁一天不得饿死啊？那自己还得抱走，再想主意。走又不忍得走，待又不敢跟这儿多待，天亮回不去樊家岗也不行啊。天蒙蒙亮就瞧啊，大道之上呜呜跑了一人。张成一瞧，呵，可有了人了，可别跑过去。哎，怎么那么巧？苗爷到跟前站住了。苗爷站住过来，低头瞧这包袱。张成说：“你都把包袱抱起来，解开看看呢。”看明白了，我出去跟你说两句话呀。一瞧啊，苗爷不捡包袱，跟这站着耗着。他往四下瞅，他这一瞅啊，张成明白了，哦，这一老者可阅历太深了。一般人见包袱就捡，先打个瞧怎么回事。你看还得是上岁数人，地上扔个包袱愣不捡，站着等着。看看是谁丢的包袱，有没有认包袱的？我一捡，哗啦高粱地出了四人，怎么办呢？讹上了。哎呦，张成一瞧可太高兴痛快了，怎么孩子落到这样年长的人手里头，又是有这样的生活阅历，这孩子算活了。张成暗叫苍天保佑啊。你瞧啊，老头子下腰捡包袱了，打开这么一看，张成容的看完了，心里话行了，上面那就一行话呀，四方人人君子抬见呢，啊，血书内详啊，
你要看血书这功夫，我出去跟你说话呀。哪知老头子阅历太大，他不看血书，他知道这孩子呀，老饿着不成，一会儿醒了就得要吃。他抱着孩子抹身就跑，张成分高粱地出了就哎，活人呀，眨眼之间跑没了。张成冲着苗爷去的方向扑通往这一跪，也不知道给谁磕，就是苍天保佑吧。天将将亮，张成回转樊家岗，见着樊四花言巧语，愣把这事儿给唬过去了。这就是孩子他的离奇身世，现在血书可就讲完了。讲完可是讲完，西指翁无影剑客苗记苗月川，老泪纵横儿啊，为什么给你起名叫广后？你是广惠之后，人自知苗广后是我的儿，不是你是广惠之子啊。孩子听完这话，爹，那行了，樊家岗的这个仇人，您为什么不替我爹妈报仇啊？啊，您这么大能耐，为什么不替我生身父母报仇雪恨呢？嘿嘿，老头子一听啊，这话没法跟他说。你说十四的孩子，似懂似不懂，怎么跟他说？我替你报仇，我闹得过人闹不过人家，我就一个人，我连个帮忙的都没有，只身奔樊家岗。樊家岗哥四个都很有能为，我未除啊，樊四一个人得罪整个樊家岗，我能不能活着回来尚且两只，另外我年轻的时候双手沾血，我造了很多杀孽，老了老了金盆洗手起过誓啊，再不愿与人动手，更甭说伤人命了。教你武艺将养成人，报仇雪恨是你自己的事情啊。老头子一琢磨这话呀，跟他说也深了点，嗨，孩子，报仇雪恨不忙，你把武艺练成，日后自有报仇之日。孩子一听，不成，我呀，我现在就得报仇，还没到时候，你的武艺还没练成呢。武艺练成得什么时候？练到您这岁数，我从现在练到97，我武艺练成了，贼人早死了。有那么句话，子欲孝亲不待，可是仇欲报他也不待呀。他这仇人他也不等着我呀。我呀，我现在这武艺我觉就不错了，不成还差得远。老头子一琢磨呀，得了，别叫爹了，你呀叫师傅吧。干嘛？我改不了嘴。不，我要没跟你说这个话呀，你叫爹我答应的高兴，这话都讲明了，你再叫我爹，我听着可就有点脸烫耳热了。苗爷是这性子，我把我的身世历史也跟你说说。爷俩闲谈之际，苗爷把自己当年在前明做大贼的这个话呀，可以就跟孩子这么一说。孩子似懂非懂吧，可是生了这么一颗复仇之心，知道樊家岗有自己的仇人。樊家岗在哪儿没去过，他从小足不出户啊，他是苗家长大的，这孩子有心眼，每天他得练功啊，他爸爸得让他练呢，现在就叫师傅了，跟着苗爷练完这遍早功，苗爷喝茶吃早点歇着，他跟苗爷说啊，师傅，我练功去。提溜着说，他就出来了。哎，出来干嘛？得跑。苗瑶问的我练轻功呢，每天多跑点，每天多跑点。好比今天跑5里地，明天跑8里，后天跑12里，一点一点往外跑。跑完了，他问人家樊家岗在哪儿？人说樊家岗离这远着呢。你琢磨5里跟8里地没什么区别。他这功夫也见长，一直他能跑出几十里地去，半天他能跑来回，那就跑得相当快了。
有人可就指明啊，樊家岗在哪儿？说离这儿还要老远呢，来龙山樊家岗的远极了。哦，樊家岗都有什么人呢？有不知道的，我们知道樊家岗都谁呀、啊？也有知道的，樊家岗怎么回事？一说，哦，小孩可就知道了。他是四面跑，今天往这条道跑，明天往那条道跑，跑了好长时间，他收集的信息很多。再跟人聊天啊，他可就带出来了。咬牙切齿，似乎跟樊家岗有不共戴天之仇。这天跑来跑去，跑出个百来里了，他跑的实在太累了。他一琢磨，我还得跑回去呢，我师父不让我报仇去。哎，他坐这儿一看呢，有卖茶的，我跟卖茶这儿歇会儿吧。跟茶摊这儿啊，要大碗茶，一看呀，这跟前儿坐着个人，我跟他再打打去。嘿，你知道樊家岗吗？这位一听，怎么着？你打听樊家岗干嘛呀？嘿，樊家岗啊，我想去。哦，你上那儿干嘛去？我找这个樊碧华，樊四爷。哎，我找的有事。哦，你认得他吗？我不认得他。你去过樊家岗吗？我也没去过。嘿，行了，你问我算问对了。小孩往后一听，怎么问你问对了？我就是樊家岗的啊。小孩一听，这就是樊家岗的，有心伸手拽手撑的八就给他敲了。可又一琢磨，他不是我的仇人樊碧华呀，我把他打死于事无补啊。我问他，小孩这纳着怒火，你是樊家岗干嘛的？哎，我是樊家岗干嘛的，我告诉你啊，哈哈哈哈，我在樊家岗啊，不管什么事就管啊打听买卖，说行话呀，吊坎就是踩盘子。哦，小孩这话也不懂，踩盘子，对，我在外边跑，有好买卖呢，我禀告樊家岗的债主爷，我们好做这份买卖。哦，你不是要上樊家岗找樊四爷吗？你跟我走到那儿，我见着四爷保举保举你，保举你呢，你呢能当个小头目，自此啊你在樊家岗就算有出息了。呵，那太好，我跟你跟对了，那走吧，你跟我上樊家岗。好啊。他一听说樊家岗的人就在眼前，能带着自己进樊家岗，见着这樊四，我只要问明了你叫樊硕樊碧华，亮手撑子我就要你的命。小孩可就不回苗家了，跟着这位可就走下来了。书中代言这位是樊家岗的吗？根本就不是。这位干嘛的呢？这位是蹦子手，拍花的，姓毛，叫毛包。毛包一瞧这孩子，俩眼离了离鸡，十四五岁坐这儿打着樊家岗，他这瞎话来的也快点，要出黄了。一听说孩子上樊家岗找樊四爷，毛包别的不成，江湖上的事儿大小事都打听打听，樊家岗根本他也进不去，他都不知道樊家岗怎么进去。但是樊家岗里边事儿呢，这儿听一句那儿听一句，他知道点，愣说，哎，我一会儿把你领到一地儿，我就把你卖到那儿，得完银子你打听樊家岗啊，那是你自己的事儿，我先得一份好处。这小子本来就是拍花的蹦子手，一看这孩子挺顺序，说行话叫顺把，那就甭费事了，跟着走吧。这孩子跟着他走，毛包愣给他领出来了。走来走去，走去走来，走到一大镇的，这镇的路北有个大门，嗯，这就是樊家岗，连水都没有，愣干樊家岗。孩子没经验，他不知道樊家岗怎么回事儿。一看这大镇的，哦，这就樊家岗，这是谁家？这就是樊四爷的家。走，带我进去，别忙啊，有规矩，我得给你通禀通禀啊，我得见着樊四爷说说呀。啊，这个，到那儿进去见着樊四爷，说好的，哎，好。这孩子还真不含糊，哎，在门口等着，毛包可就进去了。不大会儿的功夫又出来了，行了，
跟我进来吧，走。可就给领进来了，领来领去，领去领来，领到一院子，那廊子底下站着一位，穿得挺体面。你在这等着我，这就是樊硕樊碧华。你别忙，别忙，别忙，你等会儿。这毛包啊，两头说瞎话。等会儿，等，跟这站着，别管。走到廊子底下，跟这位，齐了。他把你要往后卖了，他跟这家怎么说呢？您这家不用人吗？我您领了一孩子十四五，哎，没爹没妈，就卖到您这儿了。您这儿呢，让他干什么我就不管了。哎，当使唤小子，哎，我拿完身价银我就走了。廊下这位呢也瞎买啊，好好好啊，好好。你走吧，他走了，不管了。这毛包走的苗广后跟前儿，嘿，兄弟，看见没有？就这儿了。你再跟他打听樊四爷的事儿吧。啊，你过去吧。好，那行，你走吧。毛包得一笔钱，他走了。小孩迈步可就过来了，用手一指廊下这位：“哎，你是樊老四啊？”把这位问愣了。什么樊老四？我倒是行四，我姓吕呀，我这人称吕四，吕四，我不找吕四，我找樊四。你找樊四干嘛？这只有吕四，没有樊四。告诉你，到这来你就使唤小子，我是府上的四总管，人称吕四爷，你得听话，不听话我可揍你。什么？小孩十四，他哪听过这个？揍我！你拿什么揍我？我还拿什么揍你？我给你个嘴巴。你有家伙没有？你有家伙亮你的家伙。说着小孩一伸手把手撑的拽出来了，一边一个一对说，在手里边一拿，快亮家伙，打完你把樊四缴出来，我要的命。小孩就憋着打樊四。吕四一听，呼，这毛包领来这孩子这么横，这要不打服了就没法用啊。这个书中代言呢，这地名啊叫六里铺。这六里铺呢，这家姓韩，本家这位少爷姓韩，叫韩玉书，是个秧子。韩少爷买了很多啊小子丫鬟，他是摆阔，都交给这吕四调教。哎，平常的伺候他，他出门带着一帮人。这小孩呢岁数正合适，十四五来到家里边干活，就为干这个。合着呢毛包都没见呀，韩少爷直接见吕四爷，吕四爷就答应，跟里边韩少爷一说，支出钱了，给他钱。这个毛包会做生意，每回他卖人卖的这家呢，跟韩少爷说好比要一百银子，他返给吕四爷三十两银子。吕四呢他有提呀，他每回提成30%，他愿意干这事儿。合着进一孩子，他多捞30%，俩人有秀气。毛包走了，把他搁车了。他也不知道这孩子有把式，他一瞧拽出俩小锤子来，他也不知这叫手撑的，也不知道这叫树。一看这孩子亮出一对军人，这一会儿见少爷韩玉书要打起来怎么办呢？我先得把这孩子打服了。他下了一伸手一薅孩子，那意思抡嘴就啪，我先给他来个嘴巴。孩子一瞧你不亮军人，那你可要倒霉。拿手撑的，这不手撑的攥这拳头吗？这不那笔尖，这那尖儿，他扬起这手，这手薅的照的这手心啪就往上这么一点，疼的一下，哎呦一声，这血就下来了。这胳膊刚抡起来，这手说一扬，照他这胳膊腕得扑掉一敲，捧一下胳膊折了。双硕往前一捅，咣一大跟头，拿脚一踩他踩脖子，拿这尖儿大钢尖儿照他太阳穴上一比划，说樊四在哪儿？不说要你命。吕四哪挨过这揍啊，这血也下来，这胳膊也折了，大钢尖顶着太阳穴。这没有樊四。什么没有樊四？没有樊四我弄死你。有樊四，后边后边快去。
吕四为活命愣说有凡字，孩子提了起一对槊呀，由头了就往后打。这一打起来呀，韩家小子们多呀，上了一大帮。韩玉书啊也吓坏了，不知道哪来一小子进门就打，找凡四，这没有姓凡的叫凡四，乒乓这么一打，把韩家人全给打了，差不多的都带点伤。大伙儿啊还真勇，保着韩少爷弃家而走。这家呢归苗往后了，苗往后再找人找不着了。回来一瞧啊，吕四还在地上躺着呢，胳膊当啷着，打坏喽，打坏喽。哪有凡四？你蒙我？我没蒙你，这真没有凡，你非问我呀？我们这姓韩的，姓韩。那我上这找凡四干嘛？说的是呢。倒霉倒到这儿了，要了亲命了。谁跟你说我们这姓凡呀？就领我来那人，呵，毛包你可太损了，你领了一小孩，哪是这么大能耐呀？拿俩小棒槌见谁就打，全打趴下了，少爷都给打跑了。这位冤了你了，他把你卖我们这儿了啊！孩子头回听说买人卖人这么容易，他把我卖多少钱？卖100，我落30，你还落30？你这胳膊他妈折的不冤。小孩一琢磨，那我走吧。提了这槊，在韩家前后一找，谁也没找着，他提了槊出来了。往哪儿走啊？又饿又渴，头六个庙，一看这庙啊，是个老道庙，啪啪一垒山门，庙门开了，出来小老道，你干嘛？你们这儿有姓樊的吗？没有。你们这儿庙里头老道姓什么？庙主姓陈，告诉陈老道，就说我渴了饿了，我要吃要喝。你等会儿，小老道进去功夫不大会儿，领出一个老老道来。老老道也不是多大，40多岁，不到50。一看一个孩子站在这儿，你找姓樊的干嘛呀？啊，你认的，我也不准认识。你进来吧，这儿给预备酒，预备饭，预备茶。你找他们什么事儿？我呀，我要上蓝溜山樊家岗报仇雪恨，跟陈老道啪啪这么一说。那你这打哪儿来呀？我打呀。六里铺来，六里铺有个韩玉书韩家，他家里有吕四，跟我是这么说，我把他家里人都打了。哦，是这么回事。嗨，你也冷点，你找樊家岗，你上六里铺干嘛？这儿离着樊家岗还远着呢。老道跟他这聊着天，解他的心宽，摇头晃脑，用手一指，躺下，咕噔，孩子趴下了。感情啊，酒饭之内全有药。老道说：“滚，过来。”小老道就给捆上了，去后边把韩少爷请出来。感觉韩少爷跑了老道庙来，怎么意思？韩玉书跟陈老道是朋友，少爷呀是陈老道这老道庙里啊第一的大施主，可了不得了。今天让这小孩仨爷把一家子都打了，叫闭门家中坐，祸从天上来。韩少爷没想买一小孩买出这么大篓子来，家下人等舍死忘生保着他顺家跑出来了。人人身上全带伤啊，让小孩打得不善呢。韩玉书本来是个少爷，哪经过这个，仓皇而逃，说老道有能耐，往老道庙里跑吧。可就跑到老道庙，跟老道这么一说，老道一听疑惑，自己这能耐要去也替他拔不了创，你先在我庙里安顿吧。哎，刚安顿好韩少爷，外边砸门。小老道一说这孩子模样，韩玉书吓坏了。好家伙，要账的追这儿来了。保不齐就是这孩子吧？你稳住了，我听听怎么回事。陈老道啊，出去稳军之计，把苗广后小孩可就给稳住了。稳住是稳住。他自己说一点心眼没有，啪啪啪全说，感情仇人是樊家岗。嗨，老道也不是什么好老道，年轻的时候也没少害人，庙里存着蒙汗药，给这酒饭之内就下了蒙汗药了。
小孩倒了一捆，把少爷请出来认认，是他不是？韩玉书一瞧，可不就这小子吗？呵，要的命！你别忙要命啊！我拿凉水把他喷醒了，把他喷醒了，问明喷醒了，他能耐太大，喷醒了他又打起来了，捆着呢。不不不不，别喷别喷，就这么着，要的命要的命！把我手底人全叫出来，他韩家的小子都在后边藏着呢，全出来打他，打他出气。他是少爷脾气，就把小孩苗往后啊，搁在板凳上，往当院这么一搭，后边人来了，拿什么家伙都有，一瞧仇人就在眼前，发一声喊，大家各举着家伙就要往下打，就听得墙头之上有人大喊一声，尔等休要撒野，老头到了。老头怎么意思？老头在家等着，老不回来。老头知道他天天外边野去疯跑，今儿这功夫也太大了，跑不回来了。老头心里不放心，可就追下来了。追着追着，追到鸡爪路口。这鸡爪路口啊，这么一股道，这么一股道，这么一股道，老头不知道他奔哪儿去了。仗着窝影剑客苗爷的功夫好，这条路先下去了，追了够百来里。跟人一打听，没瞧见这么一孩子，倒回来又从这条路追，又追百来里，第三条路才追下来。追到这庙里头，他也不知道孩子在这，正赶上越墙而入，我这帮人正要打小孩，亏了我来一步，晚到一步，孩子性命就没了。老头下来大喊一声，大伙都不敢动手了。连韩玉书在那儿，这帮人都不是坏人呢，真说打出人命来也含糊啊。一看老头有如天神从空而降，陈老大还这么含糊，什么人大胆，啪话没说完就挨一大嘴巴，这嘴巴可是嘴巴，四个手指头印，老头手一手指头，老头这辈子划拳满不了，最多就是快快快，多的你跟老头跟人家一划拳啊，什么哎哥俩好啊，四喜财啊，啊什么五魁首啊，快喝酒啊，这都行。老头说满满不了啊，差一手指头，这嘴巴打上原地转一沫沫。陈老刀一瞧功夫太大，扑通跪下了，您手下留情吧，我们不是害人，没别的害他，这孩子这么这么一回事，哦这么一回事，你拿什么把他麻烦了？蒙汗药，你庙里为什么有蒙汗药？哟，这可揭短。陈老道说：“年轻时候我也在江湖干过，我年轻还在江湖干过。我当贼的时候，宝贝儿你还没下生呢，我学好都五十来年了。打这以后，把你这个药全都烧了，三天也好，五日也罢，也没准十天半个月，我上你庙里来查，查到你庙里头害人，查到你庙里头。”藏有半钱蒙汗药，别说我放火烧你的庙，要你这颗狗头。陈老道唯唯诺诺，转脸又训韩玉书，你为什么指使你的家下人能打他？不是他把我家下人等全打了，您这个宝贝儿是我花钱买来的，不假，是这么这么这么一回事。老头一听乐了，这还真不怨他。那你花钱使出来恶老道治我们孩子，不是，这是赶巧了，凑到这儿了，这该着，以后好好不许再干为富不仁的事儿。哎，我多能干为富不仁的事儿。少爷韩玉书也不敢说呀，把他喷醒了，拿凉水扑一下，把苗往后喷醒了，一看自己绑在凳子上，自己的老爹爹又是师傅苗爷站在面前，仇人都在跟前站着。小孩吓得连话都没敢说，苗爷恶狠狠瞪他一眼，拿手一掐绳子头，把绳子掐断了，站起来递了他这么一抖楞，替他活动活动血脉，能跑吗？能跑，跟我回去。也不走大门，越墙而出，孩子跟着苗爷跑回来了，到家扑通往这一跪，爹我错了，你好大的胆子呀，你还到樊家岗啊？樊家岗我都不敢去，你能去吗？想爹爹我当年应该爹爹我当年这样，老头没有啊。
我盛年之时，我80多岁捡的你，我都没敢置身上樊家岗，你就敢去吗？报仇别着急，练好了武艺，闯荡江湖，有了阅历，到那时候，我只要是没死，我帮着你一块儿，咱们一定爷儿俩去替你的生身父母报仇雪恨。孩子这才知道江湖险恶呀，就六里铺这一档子事儿就管过来了，没有老头子一时赶到，那就让人给打死了。打这以后，老头子看着了，怎么再跑规定了，不许跑出100里地去，跑出100里地去，让我追上你，打折你的腿。知道苗爷说出来做，为什么？打7岁跟他练武是真打呀。苗爷为栽培他，7年前娇生惯养，宠着，打7岁到14。差不多天天挨揍，真打，不挨打知道打不出来呀。那么这老头说到做到，每天也就100来里地，跟谁打听？100来里地打听都差不多了。孩子一琢磨，哎，对了，100里地之内啊，我也能打听出樊家岗的事儿。我只要瞧这人有点功夫，我找茬跟他打架，打上架我一问他，他是江湖人，我就问他樊家岗的事儿。要打出樊家岗的事儿来最好，赶上樊家岗的人我把他打喽，打完我留他一条命，我让他回樊家岗报信儿去，甭等我找他，他就找我来了。哎，这是个好办法。每天没事儿啊，他找人打架玩，您琢磨方便左右，第一没人打得过他，时间长了谁跟他打呀？都知小孩有能耐，大伙远都躲着他，成一霸了。这天林子里头练完武，一人骑着驴打到跟前过，他一瞧驴上赳赳武夫，老头子跨驴，腰里别着刀，呵，这模样像江湖人，干脆我跟你斗斗气儿，窜出去，咚，一脚把马爷顺驴上给踹下来了。虬髯赛张景这么大能耐，愣没躲过这一脚，苗广厚一脚是驴上给他踹下来，伸手一动手啊，三峡巨不是苗广厚的对手，可把三峡吓坏了。江然要跟苗广厚动手，小孩一看仨人围上，伸手要亮家伙，没容亮家伙呢，老爷子赶到，把话说开了，同到苗家诉说以往经过，这才知道。三峡一听，那他既有这样的离奇身世，苗爷您这么高能为，为什么不报仇雪恨上樊家岗杀这樊斯呢？哎，就我师徒父子二人人单影孤，不少，这不又来仨人。